这次姓庄的可糟了，鳌拜派吴志荣做统领到浙江抓人了。哎呀，你怎么那么傻呀？人家要剁你，你还在不走？你快走啊！我被那个老王八蛋点了穴，下半身不遂，不能走了。喂，你别再乱说话啊，不然的话割掉你的舌头。我不走啊！我哎，我最多给你做一做嘛，你没了小桂子，还有我小宝子，还有我胖子。 啊，小王八蛋，胖子，你还没走啊？你怎么变成这样，我都不认识你了。嘿嘿嘿，嘘，胖子，你怎么搞的？你知不知道这是皇宫啊？是吗？你愿意打，你爷爷我陪着你打。哼，你是什么人？你害怕啊？不敢打？我不敢。好啊，来。 哎呀，我切！你连睡觉都不懂啊？什么不懂啊？老子我什么都懂。喂，你投降了吧？包子被你打扁了。哎，胖子，你给你拿吃的。胖子，干什么呀？你怎么这么久啊？我都饿晕了，我。 你还说呢，我差点脱不了身，好心没好报。那我走了。那，嗯，啊，哎呀，你怎么拿我的大腿来做呀？现在身份不同，衣服不能弄脏了嘛。哼，这个老王八蛋每天晚上都查问我，迟早会没机会见你。有的吃你就吃，不然呢，饿几个月看你怎么样。 现在不只是挨饿呀，我被他点穴的地方啊全肿了，你快点去替我找点药回来。哎，消消肿啊，去。药是没有，不过有一种叫做什么化尸水的。化尸水？是什么呀？把它倒在尸体上面，嗤的一声，尸体全都没了。嘿，倒在伤口上啊，那伤口马上就不疼了。何止不疼了，命都没有了。你怎么知道？你又没试过。嗯，你到这个时候你还跟我开玩笑啊你？哎。 真是的，我看我们想办法逃吧。走，那么容易，说走就走。我想过了，你呢？给我去偷一套太监衣服来，让我换了他。你扮太监，你那个样子像不像太监呢？胖墩墩的，说话像是打雷一样。不像也要扮呐，难道在这儿一辈子啊？我不知道能不能偷得到啊。你没问题的，你诡计多端呐。 穿上，快穿上啊！来，怎么穿？怎么？你给我看着人一点啊！哎呀，快点穿呐，快点穿呐！哎呀，太紧了！凑合吧。这儿两个侍卫巡逻回来你就糟了，快点！好好好，快点穿呐，穿好了没有？哎呀，哎呀，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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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拿着。啊？这是什么？ 哎呀，所以说你没见识，令牌拿这个可以出皇宫啊！哎，先走，走吧。你走啊？你先走啊？哎，你先走啊？你先走还是？哎，你的路熟啊！哎，走啊！你走！哎，快走啊！哎呦，什么事？我们要出皇宫。对，出皇宫。半夜三更出皇宫干什么？我们是为皇上办急事。哎，很急啊！你们是什么人？太监呢？你没看见呐？你这算什么太监？太监有胡子。
我们替皇上办急事，你们俩在这碍手碍脚，你们担当得起吗？毛公公，你拿令牌给他们看看。令牌，令牌啊！哦，好。天老在哪？快带老子去！你做我老子，你要吃亏的！哎呦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不知道！快点说！啊，那个，他知道。我天老在哪？快说！我不是太监呢，我是被他们抓来的。别跟他说那么多了，救人要紧。走。你胖子，这边，这边呢，这边！哎呀，走，走！哎，胖子，哎，胖子，你快等等我！死胖子，抛弃我！小鬼子。你从哪儿来？是不是睡不着啊？睡不着，我拿药给你吃。你别演戏了，是不是天地会的人没有把你救出去？他们不是我的朋友。不是，不是，怎么会偷我的衣服？你们一定是想里应外合，偷偷的走，是不是？我什么时候想逃跑啊？你不用骗我，我不想骗你。哎呦，你知道吗？只要我用力在那天灵盖上一拍，你就完蛋了。你不舍得杀我？我不舍得杀你。你杀了我，谁跟你去皇上房里偷书啊？对，你聪明得很，你说的对。哎，你比以前死的那个小鬼子聪明的多了，你可以帮我的忙。不过你要听着，你不要忘记了，我要警告你，在宫里头不像在你家里可以随随便便的，如果你有半步走错的话，你就完蛋了，知道吗？知道吗？知道。死胖子，这次被我们一闹，他们肯定会有防范的。如果我们再进去救人的话，我看行不通啊。你们相信我呀，我是好人呐。我看着你们相处啊，有一个是从把他杀死的，你相信？哎呀，他是瞎嚷嚷，我们怎么处置他？既然我们抓错了人，还是把他放了。哎，不行，他现在已经知道我们打劫天牢的事了，把他放走，万一他去告密怎么办啊？是啊，我有个办法。你们相信我呀，我毛十八不会说假话的呀，尹相主啊，在临死之前呢，你就叫我上南陈镇跟你们通风报个信。你们相信我呀，相信我呀。哎，马大哥，哎，真是对不起，我们抓错人了。对，不知道你们把我怎么处置啊？各位兄弟，我相信毛大哥也不会是阴险小人呐。今天的事，他不会说出去的。我毛十八可以向天发誓，如果把这件事泄露出去的话，我就双腿齐断，尸首不全，不太好死。哎，毛十八这个名我也听说过呀。今天我毛十八得天地会各位英雄相救，真是祖宗十八代兼三省有幸啊。天地会的事迹呢，小弟早已经听说过了，尤其是贵帮的帮主陈近南英名远播，今天得见是死而无憾。兄弟，千万不要这样，我们舵主有事出远门，如果你要见他，我看不久他会回来的。这样，不要紧，我看迟早都可以看见舵主的风采的。今天得天地会的各位英雄相救呢，我有一个不自量力的请求，希望你们一定要答应我。马大哥，什么事？让我加入天地会，和各位英雄一起为大好的江山卖命。马大哥，你千万别这么客气。那你现在在这儿安心养伤，
入户的事慢慢再说。钱老六，好，麻烦你和姐夫看看毛大哥的伤势。哎，好好好，来，来，坐下。拜见敖大人、鸭大人。哼，皇宫里面戒备森严，居然有人敢进来巡街，你们是想杀头啊？小人该死，托两位大人的鸿福，这次囚犯劫狱失败，反而惊动两位大人大驾，小人罪该万死。敖大人，根据御前侍卫统领的报告，这次来劫狱的都不是武功一流的人，所以一见到我们人多就逃走了，只怕今后夜长梦多，防不胜防啊。嗯，你说的对。这些人怎么了？回禀大人，在这帮囚犯中有白面书生，有贩夫走卒，品流复杂，小人真是没有办法。鳌拜，你要杀就杀，我只不过是买了一本书，这犯了什么王法？敖大人，请你放了我吧，我只不过是一个仆人，负责扫地还有浇花，其他的事我什么都不知道，请您放了我吧。大人，走开，你求他干什么？你这个满清走狗，你这个奸贼，你不得好死啊！传令，天光之前所有专家的男丁斩首示众。是。就在天刚亮的时候，鳌拜终于命令他的手下把庄家的男丁还有仆人一起拉出去行刑，15岁以上的无一幸免，除此之外还有大批受牵连的读书人、卖书人，还有他的家人子弟。这次受文字狱牵连的人实在是不计其数，已经知道的就有700多人，要花好几天的时间才能够把他们全部处决。至于妇孺方面，稍后也都会放逐西北充军。朕本来的计划是大量招揽汉族的读书人，利用他们的才能共商朝政，为了我们清朝建立万世不拔之基。想不到出了这种事，恐怕汉人的心。以奴才的微见，如果真是煽动造反的文字狱，当然不能够姑息，但是敖少保这次一意孤行，实在有损皇上的德政，皇上一定要谨慎三思啊。昨天苏大人已经劝朕亲政，但是朕想了很久，如果朕一旦提出，顾命大臣之中一定有人反对。奴才认为皇上可以先行试探他们的意见，然后再从长计议，如果大部分人都赞成，到时候也没有人能够反对。好，你就马上给朕宣召众大臣上殿。是。万岁万岁万岁！免。谢万岁。怎么不见敖少保呢？叩见皇上。免礼。皇上突然召见，有什么重要的事情？没有，是这样的，朕今天传见诸位皇宫大臣到这儿来，是想跟你们商量一件大事。朕继位以来，
有赖于四位顾命大臣鼎力扶持，得以国泰民安，国运蒸蒸日上，朕非常之感激。但是索尼、苏克萨哈现在年事已高，朕不忍目睹他们过分操劳，所以考虑今后由朕亲政，不知大家的意思如何。皇上，这个主意是你自己的还是背后受奸臣操纵？当然是朕自己的意思。哼，这就实在令人难以置信，治理国家大事岂能当成儿戏？皇上可有三思吗？皇上，臣认为皇上亲政乃属明智之举。事实上，皇上少年英明，饱读诗书，再加上通晓天文地理，将来治国治民必是百姓之福，社稷之幸啊。不错，皇上过去在禁止八旗换帝、力争满汉两族的同化德政上面，处处都表现皇上雄才伟略、胸襟广阔，实在是难得的贤明君主啊。今后皇上亲政，定必深得民心啊。哼，你们两个真是越老越糊涂了。你们以为一国治军多读了两本书就可以把江山保住吗？敖少保，你有什么高见尽管畅所欲言，无需动怒。我要说的都说完了，皇上自己考虑吧。启禀皇上，老臣认为敖大人言之有理，亲政一事一定要搁置才好。康亲王，难道你也赞成他们的意见？啊，对，关于这个问题，臣就无所谓赞成或者是反对了。不过呢，敖大人有他的道理呀。皇上，请转奴才说几句心里话。好，你说。关于亲政一事，是关乎大清皇朝的前途问题，皇上一定要拿定主意，千万不要受他人威胁恐吓。口出狂言，我非请皇上罢你的官不可。敖大人，你别仗着自己掌握兵权就在这妖言惑众，你要知道懂得打仗未必就懂得如何治理天下。你胆敢对我？两位稍安勿躁。皇上，此人妖言惑众，出卖国家社稷，非斩不可。来呀，把他压下去。是是。敖少保，朕认为这件事……皇上，此事我自然会处理，请皇上恩准处置。令尊在议事的时候一时受不了刺激，他所以……你觉得怎么样，爹？恶徒，听爹的话，快点赐了御前侍卫的副统领职位，朝廷恐怕要你待不下去了。你不要说那么多话了，爹，最主要是养好你的病。参见皇上。免礼。请恕失迎啊。你怎么样？我已经请御医来了。皇上有心，老臣没用了，有负所望啊。不过请听临终一言，皇上今后
必须实行亲政，否则大好河山断送小人之手啊！月姨，月姨，爹，爹，真是值得庆祝！不错不错，索尼已经断气了。没有人和我们作对了，小孩子已经没有人撑腰了。敖大人，今后你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更是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。现在还有一个苏克萨哈是个眼中钉啊！这个老顽固，不足为患，孤掌难鸣。养心殿李公公求见。嗯，各位大人。皇上有旨，命各位大臣立刻进宫面圣。朕今天跟你们说一个很不幸的消息，索尼已经在两个时辰之前与世长辞。至于他的职务，就由苏克萨哈还有敖少保两位分担。你们有什么意见？回禀皇上，老臣感谢皇上宠爱有加，不过老臣自己觉得年老力衰，想要告老还乡，看守先皇陵墓，了此残生。你要去看守先皇陵墓？如今连索大人都已经去世了，是非得已，望皇上恩准。好，既然这是你的心意，朕只好答应你了。谢皇上。既然四位顾命大臣之中只剩下两位，那顾命大臣的政治实际上是名存实亡，所以朕现在宣布解散顾命大臣，折戟亲政。皇上，此事万万不可。有何不可？朕身为一国之君，难道连这点权利都没有？但是虽然少了两位顾命大臣，可以另行挑选。哼，四位顾命大臣是先皇临终时所指定的，难道有人敢随便更改吗？难道你认为有人比先皇更英明吗？仲卿，你们还有什么说的？康亲王，你是不是有话要说？臣只是觉得皇上决定亲掌朝政的确是英明果断，苍生之福。只要你们以后好好的为朝廷尽忠，朕不会亏待你们的。谢皇上恩典。谢皇上恩典。阴谋，完全是阴谋。老苏和小孩子商量好了，让我下不了台，骑虎难下，这样皇帝就可以亲政。哼，老苏怎么做，朕可谓用心良苦啊！哼，想不到他们这么阴险。但是他们会不会是苦肉计呀？哼，现在的皇帝支持他的只有老苏一个人，一不做二不休，铲除了老苏，这个皇帝就受我们控制了。你们有什么顾虑？敖大人，老苏怎么说也是个老臣子，而且还声音告老还乡，我们不能够随便加罪于他。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小玄子，小玄子，小玄子，小玄子！喂喂，还打不打？不打了，不打了。干什么？
你怕我不敢打啊？开玩笑，我今天没吃饭，没有力气。来，过来啊，过来，过来，来，来，坐下，坐下，来，多吃一点啊，再吃，再吃，哇，你天天穿这么好衣服比武，很容易弄破的。哎，怕什么呢？管他那么多呢。你今天怎么打那么好啊？哈，心情好啊。赢了钱？我没赌过钱呢。下棋赢了？这还差不多，不过我赢了一局。啊，糟了！你天天心情好，我还不天天被你打半死。喂，我老实告诉你吧，是我师父教我的。你师父是谁呀？到底谁？哎，别问那么多了，吃东西吧。哎，好好吃，好吃。哎，你明天还来不来跟我打呀？我今天打得很高兴啊。那当然了。哎，不跟你说那么多了，我先走了。喂，大丈夫一语既出，驷马难追啊。小鬼子，什么事啊，公公？你在那干什么？练习啊。练习？我说你在偷懒才对。行，小鬼子啊，你最近有没有见到那个小玄子？见过，昨天他又把我打得半死呢。当然了，人家有师傅教。他有没有说？他有没有告诉你他师傅？师傅是什么名字？我问过他了，他没告诉我呀。小鬼子，你想不想打赢他？当然想了。那你把昨天跟他打的时候那些招数再打给我看看。好啊。昨天呢，他是右手勾住我，于是乎呢，我就想反身一挡，谁知道胳膊一沉，撞了过来。哎呦，撞到我心口上来了。好了好了。小鬼子，我问你啊，昨天你跟他打的时候打了多久啊？那怎么知道啊，有时候像大便，有时候像是小便。什么是大便小便呢？哎呀，就是有时候快，有时候慢嘛。这样看来，他学武当小秦那手也没学多久时间啊。你怎么知道他是武当小秦那手啊？你刚才学给我看的时候，我突然想到的。哇，你真厉害啊。来来来，我教给你大擒那手，包你打赢他。好啊。不过你要记得，这每一招呢都有很多的变化，你看着啊。看见没有？看到了。你试试看。全会了。你说全坏了，来，打过来。哎呀！傻小子，就这样，接着啊！哎呀，看啊！不好意思啊！你真行啊，手气那么好，我怎么敢跟你赌啊？愿赌服输，不要紧的，不要紧的。哎，今天不赌了，走走走。喂，兄弟啊，我们两兄弟呢，近来也欠了你不少银两了。虽然你不在乎，但是我们心里都不舒服啊。不过你的运气也是越来越好啊，我们两兄弟运气是越来越差呀。欠你的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还清啊。你别放在心上，借钱不还，天公地道，是不是？是啊。你不是逼我们还钱，但是海公公他。是啊。你不提起他老人家还好说呢，一提起他老人家呢，哎，我也不是说不想帮你们。哎，兄弟，那就请你多多包涵。是，多多包涵呢。你们也别这么说，两位哥哥，我进皇宫这么久了，也有不少日子，从来没有见过皇上。你们两个在上书房做事，不如带我去见见皇上，以后我出去也显得威风一点啊。你要见皇上啊？你们两个放心，我不在皇上启奏什么大事，我只不过是想见他一面。这样，好，那算了，我是不会怪你们的，只怪我自己没有福气。再见吧。其实也不难。这样，我现在就带你去。皇上呢，中午呢就在书房，那你呢就躲在里面，这样就见到他了。
真的？那就谢谢了。不过这样，你千万不要让皇上见到你，也不要跟别人说呀。哎，这个我知道。还有啊，皇上写字的时候不许人吵啊，你千万不要出声啊。嗯。还有，不要大喘气。嗯。记住啊，不能放屁啊。不然的话，说不定杀头抄家呀。不过这样，你千万不能让皇上见到你啊，也不能跟别人说呀。哎，我明白。从这儿转弯就是御书房了。啊，我们顾不了你了啊。对了，进来点啊。哼，两个臭小子，贼头贼脑，想来戏弄你爷爷呀。皇帝能做，我小宝子一样能做。42没有啊，没有啊。哎呀，有了，不过就四个字啊，这个不是啊。三个字的又不是，哎，嘿，传他进来吧。是皇上。叩见皇上。免礼。谢皇上。老臣今天来求见皇上，就是想请求皇上把苏克沙哈治以死罪。所因何事？我和几位贝勒大臣大家商量过，一致认为他犯了24条死罪，蔑视幼主，心怀不轨，内存奸诈，此人非杀不可。但是他不是已经辞官去看守陵墓了吗？哎，皇上，这个就是以退为进的办法。他知道皇上你要亲政，正要用人，哪能够躲到皇室守灵？不替皇上你效忠，分明是蔑视你皇上。敖少保，苏克萨哈和你都是先皇所指定的顾命大臣，今天如果把他杀了，他日我在九泉之下哪有面目见先皇，眼前又怎么向天下万民交代？哎，皇上你不必顾虑，天下百姓谁敢胡说，谁要胡说我就杀了谁，这样就天下太平了。这未必。既然皇上你要亲政，老臣认为你非要立威不可。这个大奸臣明天最好用他开创先例。敖少保，你这么想杀掉苏克萨哈究竟是为了什么原因？我是为了满洲的天下，我为什么？谁出来？你好大胆，你敢来偷听？鳌拜，你真大胆，你简直胆大包天。你是谁？你不要管我是谁，你竟然恐吓皇上。杀不杀苏克萨哈，皇上自有主张，犯不着跟你在这儿呀那么说吧。你既然恐吓皇上，要打要杀，算了这笔账再说。你胡说，我什么时候恐吓？还说，全都攥得那么紧。鳌拜，我看你这次肯定想抄家杀头啊。
皇上，老臣为小皇设计着想，以致情急才会如此，万请皇上恕罪。好，朕知道你是粗豪的军人，朕不会怪你的。至于杀不杀苏克萨哈这件事，事关重大，我要和太后商量一下。这件事以后再跟你说吧。啊，谢皇上恩典。如果没什么事，你先走吧。老臣告退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吓得你爷爷我呀！喂喂，哎，小桂子啊，你知道我的身份了？啊，奴才大胆，奴才就是不知道你是皇上，这才跟你动手动脚，请皇上恕罪。嘿，你哎，请皇上恕罪呀、啊！喂，哎，这件事也不能怪你啊啊！哎，对了，你怎么会走进来的？啊，哦，温有方、温有道两兄弟病了，叫我替他进来打扫，谁知道我手脚慢，摸摸这儿摸摸那儿的，后来看见你们进来，我怕人家说我懒，所以，哎，可惜，可惜。你知道我是皇上之后，和我摔跤的时候就不会像以前那样了。我之所以一直瞒着我的身份，就是想找一个真正比武的人。这样才可以试出我的武功，只有学好武功，我才不会被人欺负。皇上，你的师父到底是谁呀？你问这个干什么？没什么，鳌拜这么凶，你干脆请你师父出来跟他打一打啊。不会的，他不会这么做的。哦，你回海公公那儿吧。没人的时候呢，我们照旧跟以前一样。有人的时候，你就把我当皇上吧。是皇上。还叫我皇上？这又没人。我有点害怕呀。我知道你一定会这样的。啊，喂。啊。明天我们照旧比武，照样不见不散。嗯。哦，那你说的啊。现在没人，我不跟你叩头了，我走就走了啊，我走了。喂。啊。记住啊，这件事不要告诉别人。哦，知道。